告别风起云涌的20世纪，我们在历史的洪流里看到那极少数的人所树立的典范。经过时间的淘洗，时局的推移，更显得格外耀眼。有一个身影，曾经在黑夜里引领台湾人走出一片明亮天地，曾经在乱局中带给台湾人一份安定力量与信心。他就是孙运璇。孙运璇以工程师擅长规划又务实的精神，为台湾的经济打造一个坚实的建设基础。他以诚恳坚毅的特质，建立政务官清廉有担当的典范，整合国内外人才，播撒科技种子。他点燃许多台湾人对未来的希望。重获自由的台湾，却是一片战火蹂躏下的凄凉。电力设施几乎全毁，3000名日本台电技工被遣返回国。走前他们预言，3个月后，台湾将陷入一片黑暗。日本打败了，他看不起我们。我都努力，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干，把台湾电力做得好，给你看一看。可是人不够怎么办？我当时想一个办法，到各地工业学校去请他帮忙，把快要毕业学生不要再读书，到电力公司来，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读书。这个时候也没有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料，三缺之下，那么他想着办法。料啊最难了，因为料的就算你有钱去买的话，都要1、2年后才能到，所以他走访全省的所有电力公司的单位，看有什么材料可以拿来用，那把它东拼西凑，他几乎每天都工作的非常晚。他对人非常的亲切，下面的这个偶丘做电工的也非常的照顾，因此间呢，大家真的对他的尊敬和服从就提升了。大家都非常卖力哦，国电厂的人找自己的责任去修复自己所管的。当时任职台电机电处处长的孙运璇和台电员工，用行动破解了日本人的迷咒。台湾不但没有陷入黑暗，反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了全省80%的电力系统。那一年，他33岁，不服输的个性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让年轻的孙运璇肩挑起建设国家电力的责任。而这样的个性，正是一连串艰辛的童年生活和成长历程磨练出来的特质。里面还有炕，炕在上方。小弟做这炕呢，就是帮助爸爸住的。这边是四姑他们，你看这么小个炕，啊，这么多村民，这么热情，都来看热闹了。你在这边读到几岁？10岁。10岁。孙运璇生长在中华民国最动荡的年代和土地上。民国初年，一波波来自德国、俄国、日本的强邻外侮，威逼着山东和东北，也就是孙运璇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民国2年。孙运璇就出生在这个山东蓬莱的偏远农庄。父亲孙荣昌早年离家进入大学读法律，留下妻儿寄人篱下。在祖父的大家庭中，形成孙运璇一生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特有情怀。少了父亲的庇荫，孙运璇5岁开始帮家人做农事，和弟妹挤在温暖的炕上，在路上捡拾马粪当肥料，都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12岁的孙运璇，跟着法官父亲，来到东北的第3大城哈尔滨。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孩子，在这个放眼所及全是恶式洋房的街道和满街的俄国人、日本人，让他深深感受到一种离根的委屈。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 孙运璇进入一个全面使用俄文、俄语的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孩提时代就知道要为母亲争口气的孙运璇，现在觉得要为国家争口气。学生时代的孙运璇个子小，被同学取了个“小孙子”的绰号。块头虽小，读书却名列前茅。21岁的他，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 毕业于东北首屈一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他所创办的电气机刊物，更充分展露他的才华，也就是电气机里的这一篇配电网新算法的论文，博得资委会的青睐。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它成立于1920年，它的宗旨就是为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 孙运璇毕业后，并没有选择进入中东铁路做机电师，反而冒险逃回南方，加入了资委会建设电厂的行列。这批学生毕业了以后，分布到了全国各地。像他们是学电气方面的了，就从事电力工业的。孙运璇先生和他几个同学也到了青海的西宁，去建立咱们国家黄河上面第1个水电厂。那么由孙先生来担任厂长。 商应天当时是作为工程师。1937年，中日战争开打，孙运璇奋勇护送电力设施，赶着驴队奔走在秦岭、大巴山、群山峻岭间。随着烽火连天的战场转移，建厂、迁厂、抢救电力设施，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心一意只为了抗战。 在那样的环境下面，他是可以说是最基层，就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是一个计划的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那个是自己要跟很多人一起去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跟所谓跟工作的伙伴之间所形成的啊，这样子为了达到一件事情，然后同心协力啊，这种工作的经验，我想以后一定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在其他的这个岗位上他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态度。 曾在国史馆工作，专研资委会多年的程玉凤、陈玉煌，为我们保存了这一页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历史。资源委员会原本是对日抗战时期以发展工业来支援抗战的机构。民国31年，资委会为了准备战后的重建工作，精选了31位有经验的杰出工程人员赴美实习。 这一批人，在日后整个台湾甚至全中国的建设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的孙运璇，就是以天山电厂厂长的身份入选。每个部门派的，他们每个月呢都要做一个月报，就是这个月做了些什么啊？那他这个叫做行动简报。然后他每个月报写的都非常的，就字体来讲很工整，内容来讲呢又写得很仔细。 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美国实习的这一段啊、哦，可以看出他个人在做事啊、学习方面都非常的认真啊、哦，一点都不草率。那是用手画的，亲手这样子画的。嗯，当时他们来实习的这些人员啊、哦，他们本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大致有基本的成就。那再来，他们都有个认为说他们在抗战时期还能弄到。到美国去实习，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每个人有个基本观念，就是我一定要很认真的学习。我们的讲来讲去是 TVA， 什么叫 TVA？、然后他就解释了，TVA 就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嘛，啊 ，Tennessee 什么啊，然后 Valley Authority 啊，然后他写日记呢，他写得很认真啊，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啊，到哪里都有记啊。 工作要几个小时，会朋友要多久多久呢？他全部都把它列表，要按计划进行。他写说不可以浪费任何的光阴，我必须要的这个学有所成。他自己就这样子写。事实上，我们可以发觉说，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哦，跟他自己个人对他自己的这个要求啦啊，自我的期许。 啊，那这个是非常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的啊。中日战争结束，孙运璇从 TVA 返回中国，原本要前往东北的他，为了接待一批美国的工程师，一通电话让他和死神擦身而过，把原本要飞东北的孙运璇拉到了台湾，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台湾光复后的30年，是一个让人深信“人定胜天”的时代。许多人都化身为开天辟地的无名英雄，无数的工程师和农民合手劈开了中央山脉，开辟中横。而台电员工也是积极盖电厂、筑水坝，上山下海铺设全台电力设施。 拉起横越中央山脉的东西输配电线，也拉起了全省的电力网。第一步就是东西联络线，这个东边的电和西边电连上了，这工程好大呀！他陪美国人呢，走至这个山区，走2、3次，山上坐一起，并且不好走啊，没有路。 回忆起当年勘察山区水利计划的情景，70多岁的台电老同事，好像又回到年轻时代。我们叫龙门水利计划，就是因为那个龙门来的。从红叶村呢，要走路啊，走6个小时，走快步哦。那么这中间呢，还有像这种这个爬山的地方也有。那么就到了坝子以后，要进到水库的话呢，还是从台东啊搬这种石牌啊。 到那边去呀、这里呢会看到当时呢，这个参加的人啊，都是以后啊水利开发的第一流的人呐、在河底这个下面条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大人物孙先生啊，他也穿内裤啊，朱先生也穿内裤啊，大家都穿内裤啊。那么因为要泄水泄来泄去啊，大家做得很辛苦。台湾的 工业的这个复兴来讲的话，是从资委会开始的那段筚路蓝缕啊，这种重建那种辛苦，其实台电也好，中油也好，台糖也好，都是很辛苦的状况之下把它恢复过来的。那么谁是背后的那个推动的手呢？就是资源委员会。可事实上说起来，资委会当时成立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后来台湾的工业发展居然完全靠了它，因为它所有人才都来了嘛。 当时如果不是有资委会的这一批技术人员、这些工程师，那么很辛苦的去把它整个重建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说马上重新恢复起来啊？所以真的要说饮水思源，就是说我们去了解说整个台湾的工业发展来讲的话，一定要从这里谈起。孙运璇就是资源委员会派到台湾的第一批便利工程师，光复初期。 许多日据时代因战火废弃的电厂纷纷修复，期间，在日月潭电厂的修复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那个电厂里边很重要一个土木结构，我们叫平压塔，发生了龟裂。孙先生他就带来地质人员到那边去看，看了以后啊，这个塔差不多30、40公尺深了，里面黑漆漆的。 孙先生问：“哎，哪位几人进去？”没有人说话。哎，你们没有，我下去。他下去，第一线底下那么久以后，可能有你肚气了一样，他下去，下去了好久好久，没有声音，大家着急的不得了。大概半个钟头过了以后，他就拉拉这个线，哦，晓得，他很，那么这个他的人家问他怎么样，他说拉上来吧，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他就这样，已经看过了，刚才上当这个没有问题。 我想以前做这样，危险工作嘛，我先做。1950年以后，在美元的协助下，台电开始积极开发新电源。乌来、利物、虎关、达建等水利电厂一个个兴建起来。 同时，台电也拟定了以火力为主的发电策略。 完成了南北两地的火力发电建设。期间，台电总工程师孙运璇的领导才能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这个公司这人员的人呐、就是他，他无私，做什么事情清楚、干净、利索。美国人呐、认为他是了不起一个人才。 要请他到美国去，高薪那不知道多少倍了。他说是国家呀需要我，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能去。我谢谢你们的美意，因此美国人非常器重他，所以台电的美元特别多，就是那么回事。孙运璇天生的好记性，是每一位台电员工都会提起的事。他见到任何人，他记性好。 你想四个人，他介绍以后，大部分都会记得，记得以后下次见你啊，啊老张啊，老刘啊，什么你家里小孩怎么样啊，怎么情形，他都记得。他每个服务所、每个变电所、每个发电所都跑，他们其实觉得一定很高兴啊，那么高老总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可能在高山里面1、2千公尺山上面一个单位，你跑到那边来看我们。 哦，他记性很好，他记得每一位，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下人哈，帮他做一点服务的工作人，哎，他很会去赞叹别人，哎，很会去记得别人的好。那么整个的这是滨海公路啊，比如从我们的刚才进口的地方、入口的地方，早上就这样走路，我们陪着他走路。那在沿线上，他有时候看到一些渔村的那个老百姓啊，一些渔民，老百姓怎么会跟他很好，哎，都跟他很好，他到处走，哎，到处跟他打招呼啊，干什么东西。 这一点跟我想象差很远。提起老总孙运璇，显然是台电人口中充满魅力的领袖人物。对，讲的孙先生，我是感动啊，流泪。老总统和蒋经国总统一定要。 蒋孝文啊，进台电才会啊，这个孙子啊，可以走正路。所以，同时在报道的时候，别国人不敢讲的，他是台电有制度的，我们准时上班，一直都没有投钱的，你办得到吗？你办不到，你不要来好了。 他就乖乖，我办的。从机电处处长、总工程师到总经理，20年的台电生涯，孙运璇留给台电员工最重要的资产，除了是一个领导人的典范外，就是一连串的长期计划，规划了未来数十年的发电远景。回顾这一段人定胜天的历史，在环保意识抬头的今天看来。 确实牺牲了许多珍贵的自然生态，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也是这些道路、电力的基础建设，引领台湾人走出了贫穷岁月，使得台湾各地的中小企业像雨后春笋般的迅速窜升。在大风大浪的事业背后，孙玉璇始终拥抱一个温馨的家庭。和其他人一样，光复初期也熬过一段穷苦日子。我嫁给他以后啊，他一直穷，他做官以后也是穷。我所以我不公办公室。哦，那是刚结婚，刚结婚的时候啊，他家里来了不少山东人嘛，那一个人的薪水要供给十几个、靠近20个人吃饭。 那怎么办呢？薪水只有这2个不够用啊！我就拿我家里的娘家带的东西到委托行去卖。他也不敢进去啊，怕人家认得他。我就拿东西进去卖，不管大衣啊、衣服啊、料子啊，还有家里的摆饰啊，什么都拿去卖。你那时候好瘦啊！你知道妈妈这么高个子的人啊，那时候瘦到只有39公斤，39公斤。 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孙夫人于慧萱，直到嫁给孙运璇之后，才开始学习钱要怎么用。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在说爸爸钱不够用，爸爸要写点稿子，啊，好投稿翻译国外的一些期刊吧。那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妈妈就说不要吵爸爸，他又在写文章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妈妈就会给爸爸弄一个茶叶蛋给他吃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好羡慕那个香香茶叶蛋。这位与孙运璇相互扶持、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于慧萱，当初是怎么和他相遇的呢？我在美国看见我太太的照片，我跟我的好朋友他的哥哥讲，你妹妹很漂亮，我2个礼拜就要追上她。 到南京要他哥哥请客，请我，还请我老伴儿，我太太，我也乡下姑娘样子，很朴素。我那个比一比完全不一样。我一想，我母亲是乡下老太太，也不喜欢那个摩登女子，我就开始注意我老伴儿。 孙运璇娶老婆，最先考虑的是母亲喜不喜欢。她的孝顺是很早就出了名的。我只记得每次爸爸发薪水的日子，奶奶就可以有自己的私房菜，就她可以吃。我好像印象是个蹄膀，好好吃哦，我们都好想吃哦。我觉得你不能给他们吃，对。然后奶奶就说偷偷给我们吃一点，我们好高兴。 跟我妈妈2个，我妈妈是孝，我爸爸是顺。我爸爸总是祖母要什么，爸爸都说好，就是尽量让祖母开心。怎么样让祖母开心，爸爸都是好的做。可是实际每日的照顾啊，什么，祖母要是出去玩，把他说好。那其他的 logistic 这种 planning 都是妈妈在做，所以实际上是2个人合力孝顺的。无论公事再忙碌。 孙运璇却从来不曾忽略家人。我爸有个很好玩的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黏家人的人。我们常常跟我爸爸去电力公司电厂看，那个时候有很多什么龙建电厂啦、这种日月潭啦，我们常常都去的。可他有的时候在公司完了之后呢，他会每天的结尾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家人带过去，多少也影响到我以后走土木这条路就是了。 爸爸的 romantic 对妈妈有点对牛弹琴，妈妈是非常不 romantic。爸爸总是觉得说，哎呀，去外面去吃一个这个，小馆子有情调多好。妈妈的说，哎呀，那花钱。在子女们眼中，孙运璇浪漫多情，孙夫人理性务实，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人生理念：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理念伴随他们走了一辈子。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她自我克制，她想得开。她从小是一个蛮富裕的家庭来的，那嫁到这个山东人家里面来是比较穷苦一点的了。她做了很多的调整，可她始终很乐观。她退一步，海阔天空。她整天跟我们讲。你知道我们去非洲之前，妈妈常常躲在房间里哭。妈妈，可是我妈妈就有好处，她怎么不如意啊，不快乐，她就在一起哭。可是我爸回来以后，她绝对没有任何表示，她也不跟我爸爸讲，她在家里什么事情，这样也不让爸爸为难。奶奶还没有过世，那个时候妈妈说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因为我奶奶身体不好，常常我记得爸爸的薪水发下来只有一半，因为另外一半已经付了奶奶的医药费了。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说，好像奶奶啊年纪越来越大了，医药费负担越来越重，那爸爸薪水根本不够用，所以后来世界银行找人嘛，去非洲，帮他们管电厂，那就爸爸就应聘，那就是为了太穷了，所以才会去到非洲，去赚美金。1964年，孙运璇应世界银行的邀请，带着妻小到非洲去，出任奈及利亚电厂的总经理。非洲之行，让孙运璇的子女们第一次品尝到小家庭生活的滋味。非洲的时候，每个早上，礼拜六早上，我们会跟他打枕头仗，他们两个联合对我们三个小的，很好玩，打声音出来。然后那时候在非洲是第一次我们过说。我们现在认为的小家庭的生活，这样甜美的回忆只持续了3年。3年的约期一到，孙运璇婉拒了续约，坚持回台湾。他和大家讲：“我的母亲太老了，有病，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很对不住他们，所以离开奈及利亚，奈及利亚很难过一件事情。”先生要做经济部长的，交通部长啊，交通部长，我说胡说，我说不是他，你弄错一个人，他是生意圈。后来老太太听了我很着急的样子，她就说你干嘛那么急呀？我说是你儿子要做交通部长，我说我可不要他做，哎呀不行啊，我也不要他做，但是我不要做，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工程师，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总统说：“什么话也没有，回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做了，不给你显示，要你做了就是做了。我嫁给他，我嫁给工程师，我不嫁给做官的。没想到他后来做官。孙运璇出任交通部长，最基本的施政观念就是村村有道路，希望全国老百姓都能公平地享受道路、自来水、电力等公共设施。孙先生做了交通部长以后啊，就替交通部带来一股活力。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大家有说法叫“孙运璇醒风”，带着交通部来，把交通部活起来。他看出来啊，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很快，这交通啊，我们称为基础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基础建设不好啊，对经济建设有妨碍，所以他很急。一套一套的计划出来。我记得我跟他出门的时候，他就常常有一个人，在这个小农村里面，应该村村有道路，家家有电灯。比如说，产业道路，为了要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开发了很多道路。事实上呢，在整个广大农村里面呢，不要说乡镇，很多村里面有小道、小桥、过水桥、小水沟。这些东西呢，都是影响整个农村的生活反省的一部分。孙部长非常的重视，所以那时候呢，基层建设是专门在做这个零零碎碎，在这个村里之间的事情。那个时候10项建设的名字还没有出来，不过这些计划他都在脑筋里面，有的在构想已经有成熟了，有的政策上也在做决定了，有的在做计划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把我们中山高速公路的第一期的预算送到理发院审查的时候，我自己在理发院跟他们说明，怎么样是说不通，那个预算非常困难通过。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大多数女法务人新进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政治家不是要讲老百姓爱听的话，这是我爸爸跟我讲的，他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政治家不是要被老百姓带着走，政治家是要出来说服老百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要违背民意这样子做，为什么要盖高速公路。 为什么他要规划国家的长期发展？在多年辛苦之后，民国66年10月31日，高速公路全线开放通车，这真是一个令全省民众欢欣鼓舞的大日子。孙运璇在交通部虽然只有短短1年8个月。 但是他着手规划了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和南北高速公路等6大交通建设计划。日后蒋经国宣布实施的10大建设，有关交通的部分，就是根据孙运璇当年在交通部打下的蓝图。 1969年，孙运璇升任经济部长，不知道前面的道路，真正的风雨才要开始。整个1970年代，是台湾在外交和经济局势中最险恶的10年。台湾从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中美断交，在外交上受到中共节节进逼，经济上则有先后2次石油危机。 带来重重经济威胁，而这10年，孙运璇主掌的经济部和行政院，可说是台湾行进在风雨中的重要掌舵人。1973年，爆发第1次石油危机，油价在3个月内上涨4倍，冲击着仰赖石油进口的台湾经济。这个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 迎面扫向主掌经济部的孙运璇。以鸦战争爆发不到1个月，孙运璇在行囊里带着农业、电力和工程等合作计划，深入虎穴访问沙乌地阿拉伯。结果在英美纷纷受到石油限运的当时，中华民国却不在限运之列。在国内，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物价波动。 让财经官员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政府当初其实也采取了很多这种控制物价的这种做法，但是很快的就发现啊，它不但对这个物价的控制没有效果，而且就马上造成一个囤积的现象。但是很快的，我们的政府就一个稳定经济的一个方案，对于这个物价的干预。 就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甚至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说以后如果有油价的继续的上涨的话呢，那么就让它反映价格。那油电啊都是如此。同样的情形在第2次能源风暴又发生了，那我们的这个经验就比较成熟跟丰富了。就在爆发石油危机的第2年，蒋经国领导的财经内阁。 四处筹措巨额资金，轰轰烈烈地展开10项建设。这些浩大的公共工程，在那个投资意愿低迷的年代，创造了无数的工作机会，培养了大量的工程、科技和管理人才。那个时候油价涨，那么因此的话呢，很多的国家都感觉到我钱没有了。那我们那个时候说没有关系，我们拼。 我们把别的产品啊销到国外去赚了美金买石油，所以我们只有2年，我们的进口啊是大于出口，就在石油危机那个2年，立刻把它拉回来，而拉回来以后，我们的出超1年的比1年快的这样增加上去，所以让我们这个外汇能累积的那么多，全世界第4大，哎，以这样的小的一个国家，没有资源的国家，自然资源的国家。 而我们能够外销做那么好，能够赚那么许许多多的外汇存在中央银行，这是一个奇迹。200个国家里面，我是全世界第14大的贸易国。我觉得信心跟决心是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呢，成本增加了，各方面的冲击。 可是老百姓的心一安下来的，由于这个石油的危机，不仅仅没有把我们的竞争力减低，同时呢，更加速我们自动化的步伐，让我们的成本呢降低下来，而且更加有竞争性。在那个不确定的年代，中钢高炉的熊熊烈火，中船高耸入云的钢架。 都象征着台湾未来的希望。一艘艘货柜船从各港口载走货物，换回逐年攀升的外汇。台湾的外贸成长额居全球之冠，国家和人民的财富都在迅速累积当中。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it would terminate.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its mutual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disregard of the commitments and promise made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past years. This has disrupted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has seriously impaired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美国和我们断交，国内是有2种极端的，这个一种是震惊，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很多的有钱的朋友怕，赶紧把资金外移，所以衡阳街啊有一些珠宝店，卖美钞，卖这个话，大家生意好的不得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 有一些有钱的朋友说，这个时候买房地产、买股票，这个市场是最便宜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赚了大钱。中美断交的时刻，行政院长孙运璇刚刚上任行政院长6个月，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即将撤销，台湾立刻要面对台海安全问题。在危急关头，孙运璇完全展现了领导者的特质。 孙运璇先生呢，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的作用。孙院长负全国行政最高的责任，他又兼外交部长4天，透过我们工商界的人士，影响美国的工商界的人士，来影响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国会。做哪些事情呢？所有过去有邦交时候的贸易、通商。 友好的关系都要维持，在《台湾关系法》全有规定。运璇先生在中美断交之后，对于中美关系虽然断了，而能够维持发展到今天，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除了经贸关系，更重要的是。 《台湾关系法》确保了美国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也因此稳定了20几年来的台海安全。3月10号下午9点钟，孙院长的专机到达开普敦。孙运璇更打破外交沉默，积极走访沙乌地阿拉伯、南非和中南美等地。 成为中华民国第1位访问这些国家的阁魁。新闻节目当中以头条播出。赖国为了欢迎孙院长的来访，学校放假，国会休会，几千位赖国民众手中拿着中赖2国的国旗，聚集在机场的四周。台湾在中美断交以后，改采更有弹性、更开放的实质外交政策，在断交国设商务代表。 放宽商务人员出国办法，更积极拓展外贸事务，尝试创造新的经济优势来突破外交孤立。其实，早在中美正式断交前的1995年，孙运璇凭着他的外交敏感度，早已嗅到山雨欲来的气氛，他突破中共重围，创立中美经济合作策进会，而这个例行会议在中美断交后，一直维系着两国工商界密切的沟通。拥有高经济成长率固然可喜，然而最让孙运璇引以为傲的，还是透过各种照顾农民和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使台湾的贫富差距在许多开发中国家是最小的。整个台湾的农业发展过程里边呢，1950年代跟60年代的上半期是最好的发展，但是在工商业快速成长过程里面呢，农业就面临着一个新的环境，发生了什么呢？资源竞争利用。工商业需要很多土地，农地移出了，很多农村里面的劳力也移出去了，农业的生产成本也跟着它上涨，所以因此呢，农业经营呢就开始衰退，我们就开始研议了这个加速农村建设的方案。这个方案最主要的呢，第一要改善农业生产的结构，让它转型；第二呢，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经营的效益，还有呢，很多农村的基础的建设应该要加强。当然，除了这个基础的建设、实质的建设，还有对农民的这个负担减轻的，比如说随户征收的这个教育捐免除了，还有呢，孙部长非常的注意乡镇里面的医疗设施的人员这方面的补助。最早期政府曾经提出一个口号。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早期那一段到了1960年的末期呢，通通都是农业在培养工业发展。但是呢，发出了这个大笔的经费了，这个是政府真正提出了大量资金来帮助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更重要的，在我想起来呢，农业因为有了这么一笔钱，所以它的转型率快了。在最初连续6年半之中呢，拨出了差不多170多亿。我们想把我们的国家在70年代以内能走向已经开发国家之林，这个关键因素很多，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全国上下的科技的发展。孙运璇对台湾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当年他对高科技产业所做的决策与支持。从工研院的诞生，到机体电路的技术转移，到科技发展方案的订立，以至于新竹科学园区的成立，一步步将台湾推向世界级的资讯产业王国。都是孙运璇为后世子孙留下的最好礼物。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当初一切混沌未明之际，却是几经争辩、折冲的煎熬过程。1972年，就在退出联合国的3个月后，工研院设置条例，在立法院正起轩然大波。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呢，最好要变成财团法人，这样子才有个弹性。你纯粹是个政府机关，你用人方面你就有问题。这点呢，在立法院很有意见。如果你变成财团法人了，你脱离他的管辖了，那么他每年对你还有2亿多的捐助，他不能管你了，你预算不送他那儿审查，很不放心。靠着孙先生。也是舌战群儒之后，立法院终于给他通过。为了通过这个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枝节，都让孙先生把它摆平。经过将近2年锲而不舍的往来折冲，1973年，工业技术研究院正式诞生。工研院在日后逐渐成为培育台湾高科技产业和高级工程师的摇篮，带领台湾的科技升级。成为亚洲4小龙的龙头。从此，工研院之父的头衔就落在孙运璇身上，也是孙运璇毕生最自豪的一件事。我有6个孩子，前4个是太太生的，老5是太监，老6和公务员院。你要走到这个高科技的产业的话，工研院实际上它扮演的角色是培养人才。那么，假如要企业去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他要去找学校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去训练做某样东西的话，往往要花的好几年。可是，在工研院里头呢，他已经对这些项目啊，做了蛮多的培养了蛮多的人才。所以，企业界假如说是用这些工研院里头做了一段时间的人才的话，它可以缩短它开发的时间。寻常的早餐店里，一场早餐汇报，决定了日后台湾迈向制造机体电路的命运。孙运璇主导的一项耗资4亿元，将带动台湾科技大革新的案子，又在院会掀起大浪。当时好多人反对了，都说这个空中楼阁啊，好像做不成的这个事情啊。他说：“我决定了，我看得很准，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就是我丢官我都不管，要做这个事。”他讲这个话。他说：“我相信潘文渊的这个计划，我就觉得你做下去。”那么我这个先生呢，也是潘文渊也是。他说有这样的人这么相信我，我不能跟他随便做，我得要好好的跟他做。为了避嫌，潘文渊还牺牲了退休金，提前从 RCA 退休。在太平洋彼岸，一群海外学人在孙运璇的支持下，由潘文渊带领，成立了 TAC 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这批无名英雄不计报酬，定期的召开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议。今天，其中7位 TAC 的成员齐聚一堂，谈起当年往事，仍历历在目。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没有经济支持的嘛，所以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就是每家轮流在那开会，过几个礼拜就开一回讨论。我们就是那时候就介绍了几个半导体、机体电路到台湾。那个时候最流行是迷你群，我怕太高深他们听不懂，我就讲做机体电路就跟迷你群一样，可以省材料又美观。他们都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这 TAC 的一个 mission 呢，是要选择是哪一种技术可以转移到台湾来。那时候 RCA 是唯一有 production 做 CMOS 的，那时候 Hughes 台湾这边建议是跟 Hughes 订合同， Hughes 是 NMOS， 所以我们讨论很久。潘工呢就是我们押宝啊，押对了，押的是 CMOS， 现在是当然了，全世界都是用这个 CMOS。好多人说我们应该再造个高速公路啊！大家有些人说这个钱花高速公路，为什么花在这种危险性路去呢？是不是？他就很多记者在旁边开会的时候，他手上的桌子一拍，他说：“假如这个他不给我做的话，我辞职。”你看，他把他自己的当面啊，记者在旁边啊，这样以后啊，每次他们找我总是去。为什么我说他们这样很牺牲，我怎么不牺牲呢？我想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我们这批傻瓜，啊，一点说起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意向，能够贡献给国家。我们为什么那么做呢？就是有我们相信的人，我们佩服的人在领导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啊，我记得在1968年，我们的。从美国在 NMS 开会回来的时候，那么到了台北呢，已经差不多1点钟，飞机门一打开，孙志正跟太太2人在等我，没办法。在反对声浪中，潘文渊和 TAC 的成员默默地拟好周延的发展计划，一场不可能的任务就这样悄悄地展开。1976年，第一批19位精挑细选出来的年轻人前往美国 RCA 受训。我记得这个孙部长，他常常比喻我们这个出国受训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二个最重要的计划。因为第一个计划呢，就是他自己啊，他那时候是送到美国去接受这个电力的训练啊，所以他一直期许我们这个计划呢，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的成功不成功，关键性在什么地方？我的看法，孙部长他做那么一个我们所谓 gutsy， 这个是非常正确而且有胆子的决定啊，做这样事情。第二，他要委托一个老潘还是美国人呢，找这些人来做，而完全信任他们做，转移 RCA 这个技术。那再加上什么？那一批年轻小伙子就冲进冲出来，所以这个事加起来真是天地人三个全部在一起。25年后的今天 ，RCA 当年的技术团队打造了一面细土生金的12寸晶圆，送给孙运璇。 感激他当年对机体电路前瞻性的决策和始终如一的支持。RCA 当年那群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如今都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领导人。整个今天的高科技，几乎都是在25年前到30年前所做的决策。比如说像产业宏基、神通，都是25、26年前。 开始接触这个新的这些技术的产业，整个台湾的高科技半导体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接触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很有前瞻性的，实际上那时候花的钱实在是很少，把第一批的人就是派到 RCA 去了。那今天就是说可以看得到，当你有前瞻性的时候，所投入的那个资源实质上是非常有限的，比起 未来它影响带动的一个成果，包含 IC 的产业啊、科学园区等等，都是有这样一个特质。投入是很少，但是是很关键的。1977年，机体电路示范工厂落成，紧接着在3年后，技术转移成立联华电子。And at that time, Taiwan had only an embryonic semiconductor activity that had started at ITRI, and it was years behind the state-of-the-art of the bigger nations whose companies were practicing electronics. There had been insufficient budget and insufficient goals set for the electronics in Taiwan. The people in doing the research were way behind the world industry at large. And I told Premier Sun that in my view that there had to be a renaissance in semiconductors in Taiwan, or Taiwan's goals for high-tech industry would never be achieved. That they had to have a position of some strength in semiconductors. He understood that immediately. And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bureaucratic process, he took steps to put in place at ITRI much bolder goals. We talked in those days of 1981 about a distant dream called 1 micron. And I suggested that the goal be put in place for 1 micron. He grasped it immediately. And then action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he led put more money into ITRI, more professionals in ITRI, and thereafter that this country built a marvelo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at's world-class and world-competitive. Premier Sun and Minister K.T. Lee made those decisions and made things happen. It is a pivotal moment in this country. 整个的半导体的决策啊，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而且时间蛮好的。那个时候呢，可以使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很快的和全世界的半导体同步。另外一个当然更重要的决策也是后来的 follow 的这个园区的决策，成立这个科学园区。那个李志正 propose， 假如没有 provide 园区这个环境的话啊。 那我想我们半导体也不会发展那么快，啊，很多人都同意啊。那个孙志正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半导体工业之父。由于半导体是整个电子工业的基础，所以他也是这个我国的电子工业之父。我认为他当之无愧。这枚小小的晶片，就如同小小的种子，让科技在台湾深深扎根，将台湾的电子技术带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同时推动台湾的电子工业由劳力密集导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1979年，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在孙运璇的运筹帷幄下成立，这又是一项对日后几十年的科技研究及产业发展影响深远的方案。民国67年7月下旬，孙先生把我找到办公室去，就告诉我，他要我替他拟定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他就交一张小条子给我，这条子上写的3个目标，一个是国防，第2个是经济，第3个是民生。那么要我一个草案，那么然后再开始找请有关的人员来讨论。那就请我们行政院所属的有关部会首长来开会。67年12月16号以前，我们已经开了4次会。那么这个会都是他自己主持的。那么因为12月16我们中美断交嘛，那么所以孙先生就没有时间了，也是慢慢就把这个会议就交代李国鼎李先去继续召开。所以就在68年2月，那正好是农历春节休假的那4天，我就关着门在家里面写，大概一共有36000字。根据科技发展方案，包括资讯、自动化以及生物技术等8大重点科技，被先后提列出来，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方向。在孙运璇成就台湾科技的发展政策上，李国鼎正是他最佳的拍档。他在行政院的时候，李志正是当行政院科技顾问组的召集人，基本上呢就是大概是行政院院长把有关科技方面的应该做什么方向，应该怎么样子，大部分这个所谓协调的工作都是交给李志正啊。这事实上，我们的台湾的科技的经费计划发展最多的时候是在他当院长，然后他在当这个科技顾问组的召集人的时候最大，这时候成长最大。所以这2个人的搭配可以说是带动了我们台湾的这个科技的研发跟科技产业的。我想这是绝对这个历史上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孙运璇前瞻性、果决。他掌握决策与方向，李国鼎周延有行动力，他负责计划与执行。2个个性截然不同的政务官，在最关键的时刻同心协力，为台湾做了最关键性的科技扎根工作，使台湾人享受了近20年的高经济成长。15年、20年以后，台湾的这个产业会这么集中啊，而且在这个科技产业或者是资讯产业上有这么好的表现，他们当初看到了吗？我想没有，啊，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候的环境，他们看到了一个台湾产业发展的方向啊，而我们那时候的那个人才，那么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把毕生把这种希望，把他这一生的这个努力朝那个方面啊，这个发展。那谁能够把这样的这些人把他凝聚起来啊？那一个人，我想他就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格特质，或者一个领袖的特质啊。那我想我们的孙院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物，看到他就有信心。孙资政从一个工程师变成经济部长、行政院长，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以及他的言谈啊，给大家就说，哎，我们跟着他走。他因为实际上做很多事情，如果大家有事，大家跟着领导者走，事情就好办一点。全国能做事的人都是我的人，这是孙运璇的名言。从不建立个人班底的他，离开了台电，走到哪儿都是空降部队。面对底下的强兵悍将，他充分展现了一个领导人的特质。拥有绝佳的前瞻性和行动力，更懂得推动事情的方法。他擅长沟通，善于接纳，让每个人展现所长，整合成一个有效率、有极具应变能力的行政团队。本市政他的人际关系上、沟通的技术上，输得比较少，这是他的亲和力。 各同不同意见的沟通当中，他能够比较这个所受的反弹或者是所受的阻力了，容易减少到最低限度。他的推动这个行政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行政业务，它变成一个方案、一个计划，就是有具体的政策目标，有具体的做法，有具体的进度，有具体的分工，而且最后还要追踪列管。重要的由行政研考会列管。 比较次要的有各部会列管，最后还要再检讨。所以他孙院长这个内阁，有人说是叫做方案内阁。孙院长用这个制度，就是说每个部会让部会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呢，在行政院用方案来推动计划，然后呢，把这些重要的政务委员每个人都分配他的职务，让政务委员来发挥综合性的工作，然后加强追踪管制。我这孙院长他开始有系统的来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用这个制度来推动，让制度发挥作用，让这个每个制度里面人发挥他的长处。讲治国，它是一个大字，所以气度恢宏呢；讲处事，它是个行字，一定要有行动，你不是说讲而已。对人呢，它是个诚字。这个调虎顶戴是一个艺术，平常你跟他讲话，他很客气。 可是你千万不要误会他一个两个客气马马虎虎，你事后他要考核的，他要 follow 你是不是这个？所以他是言出必行，他一定要找结果来，他有他的这个魄力，所以他领到几十万公务员，要这个做一个 teamwork， 所以有时候他也有一种这个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概，我想他是天生的一个领导人物。 那个时候是个比较偏集权的时代，那你有一个赏识你的老板的话，你就很容易实现你的理想。我爸常跟我讲嘛，说他是那个时代是个大时代，大时代让人能够做一些大事业，造就一些quote unquote英雄。现在就不太容易。他没有房子，到现在这么大年岁了，从来没有买过一栋房子，一直住公家的这个宿舍。 因为这些年啊，我帮他记账，他真的是没有钱。每一年我就要帮他报那个监察院的那个财产申报嘛，都要问啊，你们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地啊，有没有车子啊，有没有古董啊，我都写以下空白。那我就跟孙先讲，跟你报财产申报可真是简单，非常容易的，就是一点点存款。孙运璇的清廉。 使他在处理企业界的问题时，能够公正无私。王永庆，王董事长要盖五轻，好像是第五轻油裂解工厂。那我爸爸他是三民主义的基本信徒，他认为独占性企业是不能够民营的。而这一点跟王董事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对这件事情上面针锋相对，互相都不退让。跟他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呢？ 他就是表达对年轻后进的很多的关爱，很多的一个鼓励，就是这一些呢，实质上本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需要有很多的鼓励，啊，那这个实际上他扮演很多这个角色，和许多官场中人非常不同的作风是，孙运璇与工商界的关系始终保持有公仪而无私交的形象。 孙院长就是完全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大夫无私交”啊，他要去工商业去看的话，他是去了解问题，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忙人家。有的时候去鼓励，特别是在那个工商业遭遇到困难的时候，轻车简从，通常就是两三个人，跟他一起去。那么当然更没有记者啊，事后也不会去宣扬。 李培辉曾经是新闻局的摄影官，跟随孙运璇走过最偏远的地区。这是在立法院的前边，他报告以后啊，他离开了立法院，那些个学生啊带他，都是在听他讲话什么。要离开的时候，他还跟学生们一鞠躬。告诉学生不要做官，做官不好做。哦，他告诉他们不要做官，官不好做。2年的交通部长，9年的经济部长，加上6年的行政院长。 其实给了孙运璇一个可以贯彻政策的绝佳机会，然而，他的官场生涯其实是一场紧接着一场的大风大浪。有一次在国民大会，国大代表来骂他，骂他什么叫骂他呢？就是国大代表提出哪里要个地皮要什么东西，他不答应，这个不合法的事情嘛，最后呢，国大代表就在会场上骂孙院长。 所以呢，也是很坦然的面对啊。他的小饭桌上面，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上面呢，是个小型的国会。我们家4个小孩子里面呢，各党各派都有的。我爸每次讲到这个陈文成跟林义雄先生的2个案子的时候，是我父亲在他手里面发生没有破掉，是他很大的遗憾。他心里面很难过，可是他。 从他的立场，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条件之下，他没有办法讲很多他心里面想讲的话。在度过外交和经济危机的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是暗潮汹涌。行政院孙院长在今天清晨，因为突然感到头昏、手脚无力，所以今天已经进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此时的孙运璇，正带领整个台湾走向一个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时代。突然，这棵大树倒下了。半夜2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孙夫人打给我的，她说：“孙院长好像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能不能请你来看一下？”那半夜里面嘛，我就赶快坐了个计程车，就到了孙公馆。那我到了那边，看到那个孙院长已经摔在床下面，医疗小组啊已经讨论到外科手术是不是要马上执行。可是有关的方面还有孙夫人啊，他们啊。 都等待一个人从美国来，这个人就是于南根博士。我是凌晨2点钟被电话，我姐夫的电话叫醒的，跟我讲父亲中风的事情，说我现在非常怕晚上12点以后的电话铃声。我们以前常常跟我爸爸说，他是一个我们家的大树，那我们就觉得大树倒了，4个小树怎么撑也撑不起来。 他的生病啊，把经过一些人事安排完全乱了旧了。所以经过以前跟我讲过嘛，原来就是准备下一任总统、第2任经过做完了，准备让孙院长来做总统的嘛。现在讲起来是很可惜了，孙院长生了这个病以后啊，如果马上立刻开刀，不至于有后遗症。但是因为他地位太高了。 大家都不敢决定，最后还要从美国把这个于南根找回来，然后于南根决定还是要开刀，这样耽误了时间。假使他没有生病，今天台湾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经国总统，我一天来探望他3、4次，所以他才会一直讲说他对不起他。 非常多的信，有的是高中生啊，甚至小学生都会写信来鼓励他。 甚至呢，都到荣总哦外面，在那边徘徊啊，就是说想要见院长一面，给他一种鼓励跟支持。我想这些也都是支撑他下去的一个力量。哦，夫人非常坚强，真的，夫人非常坚强。夫人告诉我哦，她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院长生病了，很感谢老天爷让他活了下来，啊、哦，让他这下半辈子可以陪他。嗯，我用。 Valeu. 看着镜子啊、哦，好，可以，好，1、2、3、4。院长哦，生病以后，当然他会很不耐烦啊，尤其是每天做复健，就是非常不耐烦，他就会骂人。但有时候他会骂小姐啊，有时候会骂那个女儿啊。可是夫人她就会很难过啊，夫人就会跟他说，他们都很辛苦，你要骂人你就骂我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夫人啊，真的在房间里面流泪，真的，那心里。慢慢的，他自己感觉到有需要。他过去也许因为是，从事科技的关系，总感觉到人定胜天，双手万能。可是慢慢的感觉到有一位主宰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他来礼拜堂做礼拜。 我跟你讲，别来搞喂，别弄丢喂，别弄丢喂。亲一个，老爸你去亲妈妈吧。哇！撞起来了，完了。生病后这许多年，尽管世代更迭，人事已非。 孙运璇仍然坚持他待人真诚、谨守礼仪的个性。许多场合，不管有多累，无论是长辈或晚辈，都可以看到他诚恳恳等待的身影。他常常都会半个小时之前呢，就会在门口恭候客人来到哦。那有时候呢，甚至让他等了40、50分哦。那我们有时候劝他说：“院长，你进来哦，看看电视啦，休息一下。”他都不愿意。 他很怕说他进去了，然后客人来了，这样对客人很失礼。主席由中美经济合作促进会理事长辜振甫以及美中经济协会理事长大卫甘乃迪共同主持，我国所有的财经官员全都出席。为了表彰孙运璇资政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联合会特别赠一面纪念牌给孙资政。全场1000多位中美人士两度起立鼓掌致敬，这也是大会中最感人的一幕。 台湾人并不健忘，在所有孙运璇曾经努力过的事物上，人们记得他。他所到的任何场合，总是得到最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传递着台湾人内心永远的尊敬和感动。我在工业界差不多也要40年了。 那么，在30年前呢，台达电子公司创业。我们做工业的人会觉得啊，今天日子丰衣足食，各方面工业发展得很好。假如说不是孙资政这批人给我们营造这个环境的话，今天根本不可能有我们公司的存在。 院长在治疗当中，我们常常会谈论一些国家的事情、社会的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像好有水灾了，有地震了，他都非常的忧心。然后看到土石流，他也很难过；看到国家如果有一些不安的社会，有一些动荡的，他都会很难过。他常常晚上会睡不好，他第二天来的时候，精神都受到一些影响。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乱象的时候，他也很难过，他会谈论这些事情，让我感受就是说，他依然关心着这个国家，依然关心这个社会。谢东闵之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老臣无力可回天。”对，他没有办法去做，所以那种无力感，那一阵子，整个人他不认得我哎。挖来的，从东北挖来的，回到台湾。 我做地震部长，他说我这要创香菇事业，要创千古事业，要创千古事业，前人的殷殷期许，其实孙运璇早已经做到了。走过那个动乱不安的年代，这个来自山东贫穷农家的工程师，带领这里的人民，开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